大家好，我是明道。你知道吗？皮草并不只来自于养殖场，全球每年还有上百万的郊狼、猴子、狐狸，还有浣熊等动物，会因为原本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皮毛，成为猎人下套的对象。而采到捕猎器的，其实并不只有他们，很有可能会是你心爱的宠物，你的猫、你的狗，甚至是我们自己，人类。当动物踩到捕兽夹的时候，钢扯会瞬间夹住它们的腿，动物们会疯狂地挣扎，但钢扯只会越陷越深。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，有一些动物会咬断它们自己的腿来逃生，而没有逃脱成功的动物，当猎人回来的时候，就会被猎枪或棍子直接打死。一件皮草大衣，或是一小圈的皮草饰边，跟他们受的痛苦相比，真的值得吗？